哎，看你会玩不？我给你打着啊。哟，瞧那家伙，一听到立刻就蹦出来了。看你们俩谁更会玩？四个探头呢，你俩一人一个都足够了。咋了呢？蓝蓝宝害羞的离去了呢？对这个不感兴趣。哎呦，干啥呢？会玩不？金疙瘩没有田猫那么灵活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田猫我家拽着这玩意儿跑。叫了，生你气了，说你怎么做不到我呢？蓝宝在那干啥呢？把那当绿草呢？那不是。是假草，你瞅你。不愿意就不愿意呗。来，蓝宝就喜欢玩这个小蘑菇，喜欢扑它。哎，最大奖的神呢？自己先喝高了，蓝宝是没有耐心在那玩出酒那玩意儿。我去，那当猫抓板啊？啊？那你去挠树皮得了呗，还挠草坪。你瞅你，拱个小老腰。你说让你玩吧，你们玩的还不精彩。但是让胡云俊他们玩的，他玩的太激烈了，刺激，总担心把这个摔坏了，跑厕所去了，那就不录了，不录你这个上厕所的镜头了。